新一了，你写谁？小胖、林鸿内野魔术师黄忠义。哎呦，有有有这种鸟的，有这种鸟，这很难哎。你们要记对方的，不是记自己的，要记别人哦。我们大家一起记他的内野魔术师黄忠义。好了好了，来来来。这么有名的职棒明星，你们六个人这次应该没有问题了吧？一杯音乐，给努力，跟着舞蹈跳起来，走啊，走啊，哎，边跳边走啊，走啊，走啊，术师黄忠义，我差点讲成小胖淋浴曲了。小胖淋浴，来来，讲的标准，羽毛砍刀淘汰。好，请起立。被叫出小胖淋浴的羽柔率先出局，再来只剩三张椅子喽。来音乐。想半天，那个人倒到地上倒了你几分钟了？谢谢你倒这么久啊！你倒时间想，对你倒下来就要赶快找人啊！没有，我倒下之后站起来，我要跌倒。你挤不过，你挤不过谢欣。你没有一次挤得过我。他撞太大力了啦！好，来，没错，那野猫就是王东义。我说淘汰。